大马路旁一群民众正在等公车，黑衣女子走到站牌旁，突然一声巨响，人瞬间倒地。女子居然被从天而降的冷气砸中，当场消失。再看一次事发前，白衣女子听到声响往上看，立刻跨步闪躲，窗心冷气瞬间重砸，一旁女子根本来不及反应，直接被重击倒地。如果女子差不到十公分也会遭殃，赶紧蹲下来查看。而一旁等车民众全都吓傻，听到嘣一声，那个女生躺在地上，然后她的家属在旁边，然后反正后面有三个护士，休假中的护士，他们冲过来做急救。恐怖夺命冷气机还在现场，地上满是碎片。事发在新北板桥民生路社区大楼17楼的房东找来师傅安装冷气，以为装好后就松开手，但疑似螺丝没锁紧，约33公斤重的冷气直接往下坠。当时22岁的黄姓女大生跟姐姐正要等公车去新店，没想到姐妹俩天人永隔。额头上面有血迹，她当然很伤心啊，对啊，然后就有点比较激动的。女大生头部严重撕裂伤，双腿骨折，警消到场已经没了呼吸心跳，送医急救仍伤重不治。物理老师指出，33公斤的冷气，17楼距离地面约51公尺，抵达地面3秒钟，在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下，其重量破达1064公斤，相当于一头成年河马，瞬间压在头顶。冷气在施工坠落，但有知情人士指出，这不是意外，根本是双重违规。我们也有规定，明确规定1点半才可以施工啊，那1点多掉落是不合理的。管委会规定中午时段不能施作，更有住户爆料大楼面向公车站的外墙不能悬挂安装冷气，业者是否违规安装，警方也将李姓师傅带回厘清案情。大白天等公车，死神突然降临，宛如绝命终结站的惊悚情节，一场意外让姐妹俩天人永隔，家属们悲痛万分。负责安装冷气的李姓师傅随后也依过失致死罪移送地检署侦办。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去安装？你是不是缺工？为什么会这样的方式来做安装？是不是没有绑安全绳？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，有额外的折扣。